院外逃救护人员正要出动，不过急诊室恐怕已经快满载。有医师分享急诊室爆量状况，小儿科病床待床达到14床，如果要住院至少等待3天，甚至还有3个1岁以下病例经过筛检全都中标新冠，整个系统的问题啊，所以甚至还有救护车就没有办法被派遣出去，更甚而知就是有病人直接就把地上呢当作他的床来躺。台大急诊等待住院人数已经破百，台北马街也56人等着住院。新冠疫情回归，预估8到9月达到高峰，最近却面临病毒大乱斗状况，甚至接下来暑假即将来临，就怕出游造成疫情传播更快，而且病毒似乎不怕热。跟天气热不见得有相关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人群的流动或人群的交际是有关系的。天气热待室内，那室内有可能在一起用餐啊，比较容易促成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传播。虽然依照过去状况，病毒的确会在天冷时活跃度比较高，不过这回就连医师也回应说是反常的夏天，民众恐怕不能轻忽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台湾未来恐怕要面临没胸腔科可看的窘境。近2年来，胸腔科新进医师人数出现雪崩式下降，原本的训练额度超过100人，但报名的只有30人，多家医学中心甚至挂了。胸腔科病患多是重症患者，加上值班工作压力沉重，也没有自费项目，收入大打折扣。如今迟迟没有新血加入，资深医师担心如果下一波感染病毒来袭，恐怕只剩劳医师在第一线扛起防疫作战。